好像这边人们在举行一个小的集会，看看他们在振臂高呼。这边是旧金山的市政厅，现在是下午的大约4点左右吧。今天是旧金山2020年的2月23日，这个地方是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啊，这边在举行什么活动啊？这边小朋友们在玩这些游乐设施啊，有秋千呀什么的都有，还有这种蹦床。这个地方人们在举着牌，好像在……啊，这个小狗很可爱，小狗很可爱。啊，他们在喊什么呢？这有两个警察在这儿维护秩序，两个警察。Democracy。多米尼加。我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写的是什么多米尼加共和国怎么怎么地。西班牙语。看不懂，都是西班牙语，好像写着不要输入什么什么。还有小朋友，这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差异。I don't see the difference. 这就是拉丁美洲那些的小国家。Apple 翻了个棒，Apple 翻了个棒。Silence is consent。沉默就是同意，什么什么已发出声音。哎，把 flag 啦！哎，把 flag 啦！哎，把 flag 啦！说什么呢？我也站中间去吧，站在中间感受一下，多米尼加什么什么，旧金山什么什么。就是多米尼加人，多米尼加籍贯的这些人，然后两个警察在那儿看着。警察也很放松，因为警察也感觉这些人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危险行为吧。坏了，坏了，坏了，什么？有三个警察。坏了，哎，坏了，哎，坏了，这三个警察在这唠闲嗑呢，不好好在这维持秩序，在这唠嗑呢。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是拉丁美洲的吗？这个警察也有点在这儿。把货了给干。还有小孩打着鼓。他给我展示英语的标牌，说我们需要透明的什么什么程序。然后这个男的拿的是一个签名的板，有好多人的这个签名。他这好多都是西班牙语，就不太懂啊。这边有那个朝鲜的金正日，俄罗斯的普京，还有那个古巴的卡斯特罗，啊，他这个照片都是那些比较特别的国家的照片，选举，啊，他意思是说是寻求多米尼加的这个国家的民主吧，大体是这意思呗。他那个人拿那个照片里边放上一些所说的有很多国家认为是独裁者的这些图片吧。之后呢给人们展示啊，就是说多米尼加意思啊，我感觉是多米尼加那边也像北朝鲜呀，也像古巴一样是独裁，所以呢他们需要去这些他们所标的这些人都是哪里的人呢？啊，这里有 North Korea，然后有 Russia， 然后对普京啊，对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 Yeah, I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the name of the figure in the photo. This is North Korea, yeah. And this is Russia. And also China, and the Hitler, and alsoVenezuela, this is Dominican Republic. We don't, yeah. Oh, I got it. Yeah. And how about this one? This one is Venezuela too. This is the first one, and this is the second one after. Okay, I got it. No, wow. We don't wanna, no. Oh. Okay, yeah. Yeah, Mr. Mario. Mr. Mario.的这些人物呢，都放在这上。我们在美国这边举行这样的活动，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吧，哈、啊。就是这边还是这个氛围的确是很宽松，就是允许人们去表达他们那些想法，不管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吧？被大多数人的所认可，无论是否认可，但是他会让你去表达。包括这个警察呢，也会，对吧？在这边去维护秩序吧，啊，你看这个警察在这聊天呢，啊，警察也很放松啊，在这唠嗑呢，啊，警察也不担心他们会起什么大的波澜啊，这样的。只不过美国这边由于人比较少，所以大家好像并不没有多少人去围观。这边呢是这是父子俩吧，给这个小男孩手里放零食呢啊。这边人们在拍照啊，就这样的。然后这边来的是叫 Park Ranger， 不知道什么意思。Park 是公园 ，Ranger 是漫步者，公园漫步者是不是巡警啊？是不是巡警啊？
哎 ，park 这里指的是停车吗？停车应该是 parking 啊，所以我一直不明白这个 park ranger 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边写着 San Francisco Park Ranger， 旧金山什么 park ranger， 公园漫步者，或者什么停车，什么什么停车审查制度。大体就这样了啊，这边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呢，可能会对吧，在美国这么一个地方呢，去发出他们的声音吧啊，行吧，反正这个世界就这样变化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慢慢改变的。这个大狗为什么不拴呢？这个大狗有点危险啊，这大狗。再见了，他们继续在这儿进行他们的活动吧，也算他们一个的聚会吧。这些人也都很放松，警察也很放松，就是这样啊，这个世界挺奇妙，各种想法啊，这种表达啊，就这样吧。这边旧金山的市政厅，星期天啊，大家都基本上还是用一种比较松弛的这种心态啊，在这边活动吧哈，不管是在这玩还是在这聚集啊，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再见了，好，拜拜，再见，拜拜。